係 suppose 我講下近況啊嘛，或者咁樣。咁呢排就都係拍劇啦，忙拍劇咁都開心嘅。接觸多咗拍劇之後，就慢慢更加喜歡上拍劇。咩夢想同目標要達成？我記得我一開始出道嘅時候咧，有個唔知邊有個訪問啦，咁佢就問我有冇啲咩目標，有啲夢想，咁我就同佢講話係我想做一個好專業同埋成功嘅表演者，仲喺我個腦度嘅，即我 keep 住呢個係最終嘅目標嚟。咁嚟到20歲，我諗亦都要更加做多啲嘢去成為做到呢個目標。以前 even 我入行嘅時候，我都冇諗過自己會入咗行，即係冇諗過當初嘅38號全民巨星會無啦啦去到呢個，冇諗過。咁又冇諗過去咗入到行，即係哇可以入到行咁樣。然後佢入咗行，冇諗過開演唱會咯，即係演唱會係一件哇～唔知咩嚟嘅事，冇諗過嘅事，但係有偏偏又真係有機會咁樣俾你做到演唱會。所以當你經歷咗咁多個不可能嘅時候咧，你就會慢慢去再有信心去追求更加大嘅嘢。所以我個心態就係會再追求大啲嘅嘢，想自己係得咯。我以為冇可能，乜都有可能，乜都有可能。所以咁對於你嚟講，點樣係？成功嘅表演者咧？成功嘅表演者，我覺得，我呢排有個啟發嘅。表演唔係淨係講緊你企喺台上邊嗰3分鐘，我覺得，即慢慢我覺得，表演其實係好多嘢係嚟自你平時生活嘅思考啊，諗到啲乜嘢啊，再擺落唔同嘅表演度，即係做戲啊。舞台上面你跳舞嗰啲感覺，呢個就係生活嗰啲嘢。所以專業嘅表演者係由生活嗰一下要開始，先至做一個專業嘅表演者。
做聲音咪呢個係完全唔同咗。我有講過啦，人生係同嘅線交織埋一齊嘅一個人生。今日有咁多條線坐咗喺度，你哋交織埋一齊改變咗我嘅人生，都希望我呢條咁脆弱嘅一條線可以改變到你哋嘅人生，可以為你哋做到少少嘢。我唔知啊，可能你哋少一少，可能睇我跳舞，你會覺得哦幾好睇啊。做到一少少，你會見得解答都好足夠，所以都係得。